定要在那裡，很冷的天氣了，這裡一定很熱的，這裡算你已經好了。各位朋友，你看他們家裡這裡是有三間不同的建築結合起來的，剛才我們已經看了兩間，就是他們家人的住的海景站帝老仙的祠堂。這裡的這一間呢，除了後面有他們的廚房之外呢，這裡呢以前就是他們以前下人住的地方，我們現在已經將它修復了成為不同的展覽館。在這裡呢，我們剛剛開張了一個新的展覽館，是今年9月我們的